有的你看海鱼都不吃。太和鱼啊，这怎么卖的？啊，5块钱一斤。现在那个多的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全是油和纸。马口啊，干净利索，20一斤。我去。山楂糕啊，鸭蛋现煮啊。刚从我一样鸭蛋，现煮的。10块钱一对。这海鱼挺新鲜，没事，好像就是搞点。这是溜根儿哈，你俩第三没有啊？这怎么卖？3斤10块，回家吃槽都可以。小哈，哎，你看它肥不肥就完事了。行，来10块钱，10块钱的。没用沙子呗哈？没有沙子，回家可以少吃多少钱？回家可以炒，可以炒着吃了。哎，海鲜品种挺多呀，今天就光买点小鲜的。说实话哈，个头真不大，但是人家说了特别肥。10块钱买了3斤，回去就大米饭吃。个头属实不大，一把能抓10好几次。老板说没有沙可以炒着吃，咱们就少添一点水焖一下。中国不放油，直接下鲜的，放上一点点水，然后盖盖焖，只要张嘴就行。我的做法特别简单，基本上开锅就好。等等，然后小饺子挺嫩的。米饭也好了，比较蓬松柔软，而且还很有嚼头。做熟了，这匣子确实不大。味道还真不错，很鲜，又鲜儿，就是太小了，感觉像鲜的苗似的。味道很好，而且那个没有沙子，感觉就像那个嗑瓜子一样的，很嫩，跟普通的家常饭，黄蚬子配上我们丹东的贡米之声柳林大米。这大米是那个月光品牌的，这米是特点就是它米偏软，但是你能看出来吗？两上一层油一样，油光锃亮的。米质虽然偏软，但是很有嚼头，很香。小黄蚬子配柳林大米，试试来，停不下来。除了小，没有其他毛病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如果大一点就不是这价了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老香了。这东西就是用手抓的，别使筷子，太小了。嗑瓜子。